我再放放，我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不会放风筝干嘛带回来放？我也没闲着呀。那人家跑得太慢了，你再跑快一点。这不是快慢的问题啊！哎，那边有个老爷爷，哎，我帮你弄一下。你去看看大爷放那就行了嘛。哦，你这么年轻还不如大爷，你不丢人呐？哎，我帮你。